来回家好鬼，回家好鬼哈。好，来花车之后，就是来自我们庙会天团哦，我们的宜兰国光乐仪队，来两侧边往后退，来两边拍开啦，两边拍开，待会甩枪会甩到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待会甩枪一定会甩到你，来往后退，来同仁社，我们的工作人员尽量往后退，两侧边往后退，自己人也一样啊，自己人一样。来，我们的蓝色的同仁，尽量往后退，往前，后面都打开两，往两侧边，不要围过来。再往后退一点，再往后退一点。现在国光仪队要现场操演哦。来，两侧边要退开哦，小心，小心操枪哦，小心操枪的安全。
找李斌一个掌声鼓励，超帅啊！掌声鼓励，超帅！这是来自我们宜兰国光乐仪队，在我们大溪普济堂正鼓组团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。掌声，掌声！不要停，不要停！掌声加尖叫！掌声鼓励，果然哈、哦，有实力才能跟我们要掌声哈、哦。那先要掌声才开始表演，这果然是实力哈、哦。
掌声鼓励，来自宜兰国光乐影队。掌声鼓励。来，我们往大溪市区的方向，两边退开，两边退开哈。再次用热烈的掌声，谢谢来自宜兰国光乐影队，感谢所有的仪队老师，感谢你们为我们政府组团带来非常精彩的操演节目。谢谢所有的老师啊，谢谢。哎，留一个给我啊，我。好，来，我们挥挥手，跟我们所有的乐队老师，谢谢大家莅临我们大溪，谢谢我们所有的乐队老师，谢谢你们在背后伴奏，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，谢谢宜兰国光乐影队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接着马不停蹄的哈，多方来的是我们桃园支团，我们要带来祥狮献队，带来我们今天政府组团非常精彩的演出，欢迎来自我们桃园大溪在地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龙狮团体，欢迎我们所有的师兄弟来今天庆赞我们大溪内栅的蓝色创社100周年庆，我们的社庆绕境大典，并恭祝关圣恩主1865周年圣诞千秋平安绕境大典，带来我们的祥狮献队，欢迎我们桃园学生团，我们的祥狮献队莅临。
年圣诞前秋，正如主坛迎驾大典圆满成功，再次掌声鼓励。来，摄影师就位哦，我们来进行我们今天我们几次的啊，在跟红毯的合照哈、哦。再次感谢我们桃园全盛团，桃园全盛团，我们邓福祥团长，以及我们杨灿林大总理，以及我们吴文聪总干事，一同来敬献今天的响狮献队，恭祝国泰民安，凤调雨顺，祈求神威显赫，护国佑民。为这一群非法童工掌声鼓励，平均年龄说不超过十岁，我想怎样鼓励？十年正如主，我们的简宏宇董事长哦，带着大龙的龙头进到会场了，我们掌声鼓励。有人说为什么他没有浪起来哦，没有办法浪。来，想要人的，你做一个，我看这几个，36个，35个哈、哦，连同出36个，带36个人下去，朗给我看，想看，我跟你讲，跟咱行咧吼，空行你就艰苦，我袂骗你吼、哦。哎，我你行看卖吼，辛苦辛苦，来，拍较开的，来，咱来工作人员两边拍较开的来。因为他结果就走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他还怕他。
这笔怕空哈，这笔怕空。来，我们请简宏宇董，请简宏宇董事长，我们到龙生的正中间哈。各位好朋友们，借用大家的双手，给我们简宏宇董事长一个掌声鼓励。降龙献瑞，独占鳌头，祝福我们大溪普济堂值年正炉主简宏宇董事长。以及我们俊宇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，掌声鼓励。也谢谢来自我们桃园玄盛馆我们的馆长邓福祥董事长，以及我们的大总理杨灿林杨董事长，以及我们的总干事吴文峰吴总干事，谢谢你们带来非常精彩的我们的聚龙阵，为我们正炉主坛战天光彩，也恭祝我们桃园玄盛馆战尽内炸仁安社创设100周年庆绕境活动圆满成功。良心点，良心点吼！辛苦各位工作人员了吼，辛苦各位工作人员了，感谢感谢。好了，我们巨龙准备走 S 型哦，走 S 型哦。我们是不是再一次给我们桃园玄盛馆巨龙这一个掌声鼓励？非常精彩哈，非常精彩，这都是过去在我们大溪大拜拜拿鬼里溪看不到的阵头，真的看不到。那么今天哈，是否我们大溪仁安社建设100周年庆，那由我们桃园玄盛馆所侵占的我们的聚龙阵，带来非常精湛的演出哈。来，那赶快两边怕亏，两边怕亏，不要挡在中间。这是来自我们翠屏女子三通鼓励林，掌声鼓励。
前进行演出的，就是我们三国名将哈，我们的武将来到我们的正统舞台前。
实力。再一次的掌声鼓励，非常精彩哦，非常精彩。我们老师掌声鼓励，来赶快两边拍开哦，两边拍开，相信你的中央同天性愿，风俗文主关心地军性格乱中日林南大家普济人大公正路主大
阮先结婚，享受无疆。从前，一面金牌一座，金牌阿玲贡献心情，赞扬。同献身段，关心帝君，神威显现，福庇万民，敬敬献拜，再敬献拜，三敬献拜，献上金牌万里，掌声鼓励。咱同行新冠，咱的关注，咱的邓福祥董事长，以及咱的大总理杨振宁董事长，总干事咱的龚文通董事长一同，今天咱的金牌贺礼，恭祝行新冠完成大军，圣诞千秋，万寿无疆。那么咱同行新冠，就着咱邓福祥馆长。以及咱杨振宁大总理，咱龚文通董事长一同来进行着咱这一次破纪录，咱第二佳楼主简宏宇董事长，咱的花干果散，目标何变一中，敬请何变，恭祝简宏宇董事长安度佳节，圆满事情，掌声鼓励。代表着咱台北保济堂，咱的大公谢老祖，咱的谢老祖官，向各位弟兄敬意。来，五五向前向前哦！江山万丈，江山显圣冠，冠胜帝君，立位不尊神，圣驾万朝，廖敬行庭圆满。来，再次荣幸新冠节奖项鼓励，再次感谢我们玄圣馆，我们的邓福祥馆长，